速八成就风向前冲，我的座驾来吧，快出发，拼搏吧，去面对那挑战，从不惧怕。 Say no， 有你在身旁，并驾齐驱闯，风之巅峰乘风破浪，燃烧着热情，开足马力向对手全甩掉，向前冲，向前冲，驰骋赛场，赢下每一次冲锋较量，加速度这气势不可挡，超越自己第二十四集，破局。哦，哦，南大陆超竞速大赛总决赛即将拉开战幕。本年度的比赛，我们见证了两支实力强劲的东大陆车队冲出重围，南大陆的传统强队会和他们在重新启用的凌云赛道上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终于要来了，哎，真没想到啊，咱俩今年都得做看台呢。哦，嘿嘿，想那么多干嘛？来都来了，就好好观赛吧。你们俩记住，这条赛道对车子的性能要求非常的高，爆裂冲锋固然厉害，可同时对车子的性能损耗也极大，而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车子的性能可以坚持到最后。明白了，云云，让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吧。想到我居然真的在新航的带领下进入了总决赛。放心吧，猪猪侠，新航，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看来车手们已经等不及要一决胜负了。现在让我们一起疾赴前进。复杂的路况让车手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跟跑领先的黄虎选手。跟得上就跟吧。勉强去跟火虎的路线，根本赚不到便宜。秦风，你究竟在等什么？这路段可真难走。不久，泡椒选手发生了意外，成为了今天第一位退赛的选手。Thank you.
有惊无险，留在场上的车手们都已安全通过了事故路段。必须强调的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凌云赛道的难点之一，安全车不会出动。我没事。刚才冲过去的时候，那个感觉，没错，雷苏云豹一直都在告诉我关于赛道上的一切。间的新航选手突然爆发出狂野气势，发起了冲锋。新航加油！新航冲冲冲！为什么提速之后的新航心率似乎没有太大的波动？我就等着你来呢，新航。终于敢亮出獠牙了，机会，休息。冲啊，新航！群峰，我看好你哦！火舞火舞，无敌之虎！群峰这个老滑头，根本就没想过直接和火虎一对一。哼，局面越乱，机会越多，聪明。谢你，雷苏音爆。哦，前锋要四次进攻。哼，你路线选错了。火舞选手精准的出完路线，让前锋选手铩羽而归。激烈的拼抢中发生了碰撞事故，二叔选手遗憾退出了比赛。师父，我会尽快赶上去支援你的。侯先生已经无法坚持到维修站，退出了比赛。这条赛道真不愧是赛车杀手啊。火虎跑法的优势在后半段就会越来越明显，必须尽早打破他的垄断。哼，云云，不用太在意后面的车手，把速度跑出来，尽快追上去。雷鸣大叔，你怎么只给云云发指示啊？都没跟新航交流过啊。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新航现在正在用本能取代思考，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应该减少和他的交流，让他集中精力感受赛车传达过来的信息。雷鸣大叔，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好玄乎啊。东大陆车手在平整赛道锻炼出来的细腻技术，在南大陆状况多变的赛道上并不好发挥，所以星航在南大陆的青铜赛上可吃尽了苦头。用本能取代思考后，星航的反应速度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也将会让他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新航已经进入了新的境界，我也要再加把劲才行啊。好机会。
竟然也使出了飞坡技术。星航选手和秦风选手利用坡段超车的如意算盘打通了。能用在完美路线上的技术，我当然不会拒绝。岩山路段不好超车，得在这里就解决战斗，让火虎领先进入岩山路段，比赛很可能就提前结束了。迈向胜利的路线我已经规划好了。沉着冷静，机会总会出现的。不行，速度不够。来了，火虎选手第一次在正赛阶段被超车，星航选手打破了火虎选手的绝对垄断。我算计了这么久，没想到那仅有的机会还是被你抓到了。幸好，太棒了，没有用到暴力冲锋就实现了超车，车子的性能不用提前消耗了。别高兴得太早，距离比赛结束还远着呢，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是，真不愧是星航，我也不能落后了。哼，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云云会选择留在超星车队，但是比赛才刚开始。